Hello， 大家好，今天的影片主题呢是夏日日系杂货穿搭分享。那我们品牌里面的所有衣服啊，都是100%纯手工制作的。对，就跟坊间大部分是机器制作的衣服不太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衣服风格啊，是走比较日系甜美，然后加一点日系随性杂货店的那种感觉。好啊，今天除了介绍款式以外，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在穿日系杂货风可以注意的一点小小的技巧，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从第一套开始吧。好，首先这一件洋装呢，是我一po在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就有很多人询问的这款纯棉的长洋装。这件的材质啊是纯棉的，那它的磅数偏高，所以它不会透，然后穿起来也是比较挺的感觉。这件的全长是110公分，那像我155公分左右的女生穿，大概是会到脚踝上面一点点。那如果把这个绑带绑在腰间的话，你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长度。这件在穿搭上的建议的话，当然除了单穿也可以，那如果你想要带一点日系杂货风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你里面可以再内搭一件长裙或者是长裤，那我觉得看起来就还蛮有个性的。好，第一套就是我自己非常大推的洋装，希望你会喜欢。再来下一套呢，是一个拼接的伞状长洋装，那它的拼接呢是白色跟卡其色的拼接。那这件的材质也是纯棉的，但是它穿在身上就没有上一件那么的挺，它会稍微比较柔软一点。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下摆这里啊，我们有稍微挖一个洞，那这个洞的作用呢，就是想要让你们在里面内搭不同的裤子的时候啊，可以看到里面不同的颜色。对，因为它的布料是比较柔软一点的，所以我会建议说你们在里面内搭裤子的话，可以选择稍微比较硬挺一点的牛仔裤啊，或者是那种军装的裤子，我觉得都可以。好，这就是第二套的分享。好，第三套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小碎花短洋装，这样子。那它是有做这个荷叶袖跟荷叶裙摆的设计。这件还没有制作之前呢，我跟我妈妈去永乐市场选布的时候，我看到这一个花纹，我心里就有一个就是它的款式的想象。那它成品做出来之后呢，真的完全100%都符合我原先的设想，这样子非常的可爱，然后百搭，但是又不会太过幼稚的设计，这样子。再来下一件呢，是这个野餐女孩棉麻长洋装。这件呢可以进入我这一次所有穿搭里面的 top 3吧，我真的超喜欢这件的。这件在设计上啊，就有放一些小巧思，比如说侧面这边我们有做一个镂空的设计，就会有一点微性感的小心机，这样子。然后背面呢，我们有加一个松紧带，所以在尺寸上来说，我觉得它并没有很挑人穿。再来它的下摆啊，是有做荷叶裙的感觉，一点抓皱这样子。我个人呢对荷叶裙、荷叶袖就是情有独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子。好，那穿搭上啊，因为这件对矮个子来说已经很长了，所以我就不建议你们在里面再搭配内搭的裤子，这样会看起来太厚重太多。我个人是觉得单穿会更凸显它这件的特色，这样子。好，再来下一件呢是这次的爆单款，这个是小蓝印花，然后双面拼接洋装。那这件的棉料啊是比较没有弹性的，对，然后加上我们版型是做比较修身、稍微贴身一点的版型，所以我会觉得这件比较适合偏骨感一点的女生穿，那个线条感会比较漂亮。那这个绑带呢，一样是有附的，你们可以绑在腰上啊，或者是自由发挥这样子。我自己是习惯把它绑在腰上，看起来腰线会比较漂亮。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它背面的这个深蓝色，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质感这样子。好，然后刚刚那件的版型呢，我们还有出这一款水蓝色的。那刚刚是前后拼接，这一款是左右拼接。对，它的花纹呢，一边是蓝底白点，然后一边是纯水蓝色。那它的版型因为跟上一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绍。好，再来最后要推荐给你们的是这件，它是双肩松紧吊带连身宽裤。
名字有点长。好，那这件呢，我们是选择一个很百搭的深灰色来做。